发现了一家宝藏店，吉翁万岁。这是大阪的中国店，这里大概就是天堂吧。我是你们的新人 UP 主尾巴，这些呢就是尾巴从中古店淘回来的一些小宝贝，再分享一下。这个呢其实有点老古董了，买了三个 Fix 系列，这的话是2000日元，第八是3500日元，这个牛膏也是3500日元。先买完过后就给我群里的小伙伴晒了，然后小伙伴说尾巴你竟然敢买 Fix， 其实之前这个涂装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它的可动一直被人诟病。作为收藏党的话，我也不会经常摆弄它，因为想玩可动的话我就会去玩变形金刚了嘛。我来一起拆一下吧。这个盒子都充满了年代感，这还有这个时代的印记，就是尾巴拆出来的夏亚专用砖骨。穿骨，布置了空战背包和陆战背包，也送了不少武器。但是值得吐槽的是，这个其实装备的七八就已经展示完毕了，有喜欢这个形态的小伙伴们可以弹幕扣一，让尾巴知道哦。这个是我淘宝很喜欢的一个手办，布尔斯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御姐角色，尾巴是个御姐控。ジョー君、十分に楽しんだでしょ。大家觉得这款怎么样？这款没有翻车，特别还原。你看这个做的。的腰身还有整个比例，珠光白我真的好喜欢，喜欢的话也可以淘一淘，我觉得这款真的很值得入手。这个是尾巴在中国店淘到最喜欢的一个东西了，是一个高达的百科全书，本的话是1999年的复刻，里面一共有4本这样的小册子，像不像小时候咱们看的那个小小人书？我可以打随便看一看啊，这个就是做了一些介绍，这个是黑白的，有些介绍。超强百科文，哎呀，挺有意思的，我好喜欢买的这个。这些呢，就是尾巴去中国店淘的一些喜欢的宝贝。最后要介绍周边呢，就是尾巴的哥们强烈要求尾巴去买回来的这个 DVD 光碟，然后买的过程特别的羞耻不累，就是那个故障很少，你不想看，你都会看到很多你不想看的东西，而且最重要的是。那个 DVD 店还会放视频，然后整个店里都是充斥着嗯的声音。最羞耻的是结账的竟然是一个超级超级帅的年轻小哥哥，尾巴当时就特别想找个地钻下去，但是我全程没有开口说话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小哥会把我当成一个伪娘吧，就这样和自己的爱情擦肩而过。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玩具？喜欢的话可以弹幕告诉尾巴哦。还有各位老铁们，一定不要忘了点赞、收藏、投币，数字三连一波，来支持一下尾巴这个新人 UP 主哦。什么？你问我是谁？一哭二闹，拜拜就拜拜。